是合成沃土吗？哦，不是啊。哦，他们说矿物种子下面用土加五个腐肉加四个骨粉可以合成沃土，然后耕土田会比较快。土加土五加，个腐肉，我看一下它有没有啊？诶，对呢，我刚先看再跟你讲哦。我要先看配方怎么喝啊？好，没应关该系，你先去用，我帮你看。行，之后我再用。我先喝我要做的东西。好。这里。需要先红石水晶，红水晶简单，铁晶是不是拿去镭射电一下就好啦？对，对，对，好，对，我没看到那个哦，沃土。啊，这真个的黄像泉是土吗？治愈亡灵类生物。嗯，什么五个？嗯，十个，好，对啊，十个。腐肉加骨粉啊，怪怪的。十个，这颗虾，嗨，我在研究一个东西，不知道它怎么抽出来。你的镭射放到哪里去了？镭射，左边这里。左边，左边，啊，假如你镭射完，你想要充能的话，也可以充能。使用洒水器可以种很快。有啊，我有洒水器啊，我就是每天晚上都挂在那边啊。他说什么？Open block, open block。OMO 25个月啰波浪符，感谢舌头去订。有了十个哦，三年的头贴也要换呢，我还没开始画。三年，准备三年了。这个，先做电子啊，我刚刚还要做那个哦。高级线圈、基础线圈，需要一些红石。治愈人类的啊，我等下搜寻看看。治愈啊，红石啊，我要去翻杰克家了。翻杰克家，好啊，你去翻他，你去翻他，你去翻他，去翻他。我要去翻他，我要去烦死他，烦死他，翻杰家。凡结架，你不要把我们两个凑在一起哦，是不会有结果的。就看到一边有人在受伤，一个人在受伤，对，就看到一个人在伤害另外一个人。你离开的那一天，天空有点灰，什么鬼？这样子啊，一个人想念一个人啊。不知道的，不要给，后悔上去，后悔，喂，哎呦，我好要放慢了箭头的地图。另外一首歌，怎么把我怎么丢？再一直吸上来，一直吸上来，一直啊！为什么你在叫啊？怎么会是你啊？啊！为什么是你？他一直吸上啊，一直吸上、啊。没有，只有亡灵类，还是我可以变成亡灵？上去！抵抗沼泽腐殖瘴气，你受到的腐蚀慢慢被治愈。这好像是首歌哦。抵抗沼泽腐蚀的瘴气，你受到的腐蚀被慢慢治愈。哎哎哎，你们要不要去附个膜，叫做屹立不摇啊？屹立不摇，那是啥？它可以拿经验值来挡血量伤害。经验值挡血量伤害啊？你们经验值那么多，根本不用，根本就不会死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你不会带在身上啊？哦，你被打，你是要狂吃经验是不是？你如果戴在身上的话就很爽哎、欸，完全不会痛。可是你这样等下泡岩浆之类的嘞，解锁被上锁是泡岩浆，泡岩浆，就是脚摔到岩浆里之类的、啊。哎、欸，这个很棒，它就会挡那个啊，就是会让你耗经验值，方块打不开。就是
是啦，是这样啦。三，好听胭脂，觉得有点神。好，没有哎、欸。然后，雨月，你有用过这个吗？啊，哪个？我想一下，流体吸收器，那是啥？那是啥？这个，我去，我上面的这个没有拆掉。它里面有岩浆，好吧？怎么了？因为我刚刚有人说，就是我把里面的液体取出来，嗯啊，然后刚刚有人收到一半，然后人不见了，我不知道怎么把它取出来。哇，你被讨厌了！导管不行吗？一般导管，他说需要特殊的导管啊，导管是吧？导管，哎，导管，环球旅行关掉，这个不行吗？拉墨鱼导不出来吗？没有液体啊。那像没有我接这个啊，你看，那你就找他的模组的东西去看他的导管啊。杰克比较失色，我刚刚找了，对不起，什么？人家讲的啦，杰克配谁都失色啊哈。林北宫，林北宫有没有听到？林北喜宫啦，林北喜宫呢？我知道你是公的啦，知道啦。不然是母的吗？你是母，不然你要当母的位置。冰杯粉红色耶啦，要当母的我也不介意啦，嘿啦，我取出来啊，观众也不介意啦。烽火台治疗效果，我昨天开台有说，因为伺服器的关系，它不太会吃到八。但是液体它取出来了，不能取出，吸收了不能取出来吗？你怎么留下？让他去烧是不是啊？刚刚吸岩浆蛮猛的，在半路。嗯，哎、欸，哇，做的啊？哈？没有，刚刚杰克放了一个那个铁桶给我，然后他没带回去。哦，没哦，赚了一个铁桶，赚啦，赚啦，赚啦。还来，上面那一罐，还来，好可怜哦。好欸、所以你岩浆也是一桶一桶捞吗？我这个又不用烧很多东西，一桶一桶捞就够了，干嘛不用自动啊？哦，还来，然后捞多一点的。你可以写个信转本吗？你可以写啊，但是不能让我们看到啊。嗯，只要写都可以写，不要拿给我们看就好。对，不要被我们看到。我不想看，你不能让我们干爹会打什么那种通报的看到，嗯，有些会跑来打小报告，这样不行。坚持小报告，你可以写杰克啊，不要写了，以前都可以，现在不行了，我就是不要让我看到、啊。哇！不要让我看到哦。上次就是有个人跑来本专问，可以写繁星的本吗？然后兔子说不行，他搭任何人都不行。你可以写其他人的，不能写繁星的。哇！不行，不可以。正宫出来讲话。对。电池。看这两件。其实我不盖价格原因、啊、要充了你加油，我会没完没了，我会装饰下去啊，对吧、啊？修补修补修修修，就跟我现在一样啊，对吧、啊？所以理论上我也是不盖也是这原因啊。你们盖个屋顶盖了那么久还没盖完，盖个屋顶你还在盖啊？我不懂。你拿钻石的原因，该不是又做了一个新的护身符吧？是，没有错。哇塞，哇，我好懂你哦。用量用的多凶了啊！就不要熬夜喝冰的啊！哇塞，用量那么凶，还熬夜还喝冰的，这样子不好啦。没办法。那你要冠名赞助，要写我冠名赞助。有，快快说感谢繁星的钻石。好啦，如果你之后要自己来拿啦，
OK 的。嗯。啊，但是仅限在你有开台录影的时候啊，我画面当掉啦，我讲错话了是不是啊？画面看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好了，没有没有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两个框架。我刚是去过你家拿过木头了。这个啊，我全部拿去烧了吗？嗯。再来拿咯。啊，没关系，反正那么多。对呀、啊，有人讲了一句说他可以写繁星跟兔兔的本吗？什么鬼啦？那我要攻哦。原来是这样子啊！没有，他也很难，他也很难当攻吧？天哪、啊！哦，这看起来好麻烦哦，工业的东西。哎、欸，不过他自从玩了那个啊，炼鱼制作了炼鱼之后。嗯，他变得好成熟了、哦。啊啊！他是假的，他现在完全不会整天赖我、黏我之类的。然后我还问他说：“你最近怎么都不理我了？是不是不爱我了之类的？”说没有啊，就比较知道要照顾自己、爱护自己了。哇！我玩个手游可以让你成长这么多啊！赶快去下载，赶快去玩哦！让自己成长的手游，赶快自己去玩哦！对啊，我就跟他讲，塑形卡片狗，我就跟他讲，什么卡片狗？就快想要卡片狗啊！狗狗，上一个屎，下一个水，蹦，那念蹦。狗啊，狗狗狗，然后，等下让我笑完。好痛哦！卡片狗，我们听到头也痛啊。塑形狗啊！为什么突然讲这个？我就跟他讲，只是我在思考，要哪一个？他有好几个，爱吃。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，我哎、欸，我最近做梦梦到说你把布布带走之后，然后你就跟别人走了，你会不会这样子？我说不会啊，你想太多了。可是你最近真的都没有理我了、欸，完蛋了！对，你看平时觉得他很烦，可是真的突然觉得不热闹了，就会想起，这就是说失去了才懂，有没有？还没失去啦，麦欧贝贡，没有啊，是乱，准备失去才懂得，没有失去他每天都闹你的时候，对，这很多电视剧都这样啊，你一个。不合的女生就去吵一个男生，那他发现那男生好安静，那个女生好安静的时候才会知道，哈屁哦哈，没有我说村民，哇哈屁哦，哈屁哦，我在讲话他就哈，哈一下，他可能没看过嘛，他疑惑啊，啊，问号，问号，哈。你要迎接和原子载构机，原子载构机我家有啊，原子载构机你家有？对啊，偷子不需要，就是那个雷射的那个、啊，哦，它就是叫原子载构机啊，是这里，哦，对啊，装饰死因，所以死因用过原子载构机之后会变成装饰用死因、哦，不是那个吗？焦黑死因哦。你是用砖吗？我是要砖吗？它是上面这样写啊！哇操！它的用石英砖，你假如是用什么浮雕的话，变绿色的；啊，石英砖，石英砖直接用原子载构机的话，会变成白色的另一种。哦，那我需要。疫情共存是什么东西啊？是样哎呦，笑死！不是，只是因为你在游戏里面，你才要周旋四个男人，脚踏四条船、啊，有点忙，太忙了，只是因为太忙嘛。很忙哎、欸，养男人很忙哎、欸，要整天散步跟他们偶遇哎、欸，还要等电话哎、欸，假装巧遇，可以刚才等电话呢、欸，好巧哦。所以有活动啊，他昨天还不是前天有打电话。所以你有接电话吗，小雨？我没有，没有，我后来就没有玩了。哦，你没玩了、哦？不用不用，我都讲真的电话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真电话。
对呀，有电话讲，对呀，真好，真好。你约你是要做什么啊？充人台吗？还是我要做充人台啊？你有啊？我家有啊，摆好的哦，摆好看的，早摆好了，已经不能用的。没有，我想说你要做那个，一定是要做充人台啊。啊，充人台是把全部东西丢上去就行了？不是不是，你中间的那个东西摆中间，然后四个摆四角落，你知道充什么？煤炭啊？没有啊。我东西还没准备好，只是先做而已啊。哦，糟了，他飞回去了。糟了，蜜蜂回家了。我的石英砖会飞回家了。没有随他。在这里。好，我之后做做看好了。这个这里。终于发现了，没关系啦，我们家里也可以做一个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家里也可以做一个啊，可是这样才不用每次都跑来杰克家。没有，你知道大家缺什么就互相用啊，又没差。欸，这超耗电欸。你说你研究出来了这个吗？就充能台啊，超级耗电。对啊，反正用的是别人家的电，不是我们家的电啊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好主意耶、啊！以后用杰克家的电好了。那也让我研究出来有什么东西可以完全的。他的电就已经入不敷出了，你们要说对啊？除非你家可以让我充电啊。那我在家自己做一个就好啦。一二三四，这个就是没有水塔的东西啊。跳什么啊？四个，这样启动，好，这样 ，OK。啊，我这边先关台好了，我还没吃东西。好，你还没吃东西？去吃啊！吃啊！对啊，我要去吃了啊！快去吃啊！快去吃啊！哎呦，没事，吓到而已。我伸出来了，吓、啊、到我了。线圈我已经做了嘛，就不要做多做水晶了。钓鱼看看这个。你要多的蜂巢吗，明月？我不用了，我东西已经养出来了。还是你那边可以帮我分离？分离你可以啊，我有分离机。哇，如果你缺中介雄蜂，可以来我家了。中介雄蜂吗？他是要用森林公主蜂加14个中介之眼。我暂时不缺。好，你被圈养起来了。这个东西怎么面上有梯子啊？我看看。那你嘞？我们办法做出经验瓶吗？这里经验瓶，我看一下怎么做。异化什么经验那个对不对？经验核能啊，炸杰克家也不错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杰克家他离我们家太近了。哈基家还差不多。哈基离我们家为什么要炸我家？没有，你去吃东西，吃东西，去吃你的，去吃吃吃。我帮你讲话哎、欸。为什么要炸？好，去炸他家，去炸他家，去炸他家。他是说不能炸，他是说不能炸。我说不能炸你家，你是怎样？但是我听到观众好像有小这是观众讲，是观众讲的，我帮你讲话哎、欸，你在维护世界和平。好好好，天哪，我帮你讲话会被误会啊！炸你家算了，炸你家算了，炸掉好了，炸掉好了，就炸算了。你被误会，炸掉误会了。这小矮子村民穿的好潮哎、欸，他是卖扳手的那个哎、欸，牧师哎、欸。好、哦，对啊，扳手为什么牧师卖扳手？你也觉得很奇怪，对不对？牧师身上带什么？对啊，牧师带扳手正常啊，怎么了吗？不听话的教徒需要扳手来制裁。信不信你要在那边考你的头？有信哦。
劝你赶快信啊！信这个扳手哦，你信不信？扁你哦！我信信信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信了。那你那个蜂巢要怎么分离？啊？蜂巢啊？丢到这里啊？哪里？我想往往看。你就丢进去啊。哦。它就开始分离啦。然后产物就会从旁边跑出来啊。哦。对啊。这边还有一颗。这就不是了，你只有一个分离机吗？对啊。好。怎么了？你有很多种吗？没有，我只是好奇。再看。耐火石啦。耐火石啦。石啦。激化蜂巢。所以这个东西怎么玩啊？这能干嘛？充能台。我是要把东西放上去的意思吗？可是我还没拿到蜂王浆，那我刀呢？还没拿到蜂王浆，看来我要挂一阵子，看能不能拿到。堂堂，你不是说十点吗？怎么到现在还没关啊？啊，因为我终于差不多，我到现在还在盖，才盖完外观啊！不要打我啦！我现在才盖完外观。哦，掉那个碎片了。对啊，因为我现在用的弓是有离魂的那个剑士，对啊，所以它会掉碎片。我现在也不缺碎片。你有看到你爆仓了吗？那一批？嗯，就你箱子里面一堆离魂石。嗯，有啊，我有看到啊，所以我现在再把它变成离魂石的碎片。我把蜂箱放里面，蜂巢放里面了。放后面这个，放后面这个，在哪里？后面这个。哦，這個、好。离、這個、魂石能干嘛？哎呀，让他的灵魂分离。因为我超多在我箱子里。你因为我地狱挖的。对啊。哦，蜂胶有了有了，我要蜂胶。蜂胶拿去啊。没有，我分离出来了。啊，这个门没有特效。哇，可以做成信。剑呢、欸？信件？对啊，只加蜂胶可以写一个信。哦，我可以寄给谁？我是出寄了，可以寄信喽。我记得蜂胶还有一个用途啊，不是离婚时啦，离婚，离婚，谁要顶什么？怎样？想怎样？离婚？啊？怎样又在那边分手快乐又离婚的，对啊，这么凶残啊！等一下，充能台要配四个展示台来用，展示台要吃电，充能台要放去充能的主材料，例如蜂王浆放在展示台。充能展示台释放所需的材料，所以我要做展示台的意思。这样超像节日灯的，超好看。啊，对啊，我要换一个这个。我要跟你买。这是什么模组的？哦。所以。买紫色唱片。算了，买贵一点的啦。播唱片听。展示台充能反应，获得电池盒，玩家接口挂矿机。他每次整理都会这样掉一颗出来。经验固化展示台在哪里呀、啊？煤炭发电机这个。这个也蛮好做的。嗯，好啦，我是真的差不多了。我也差不多了。开好开满哎、欸，我开五个小时啊。我是开过头了。开爆表了，我爆表了。你们要来参观一下，虽然我窗户还没装。飞过了，物品展示台，略过了。对吧、啊？今天开有点晚，没有，我也要关了，我要关了。什么？十二点了？对啊，对啊，物品。我才十点而已耶，天啊！我们今天在干嘛？十二点了，物品。我今天到底在干嘛？哦、这个，今天展示台。
今天就各种盖东西结束。所以我还要再做四个物品展示台。好，这个我之后再慢慢看。耶、yeah. ，好了，今天时间我也差不多了。唐唐来看一下。我想停下雨，可以吗？那要停雨。凡心，你要在我这里啦。在哪里呀、啊？你看小地图。那去唐唐那里啊、哦。很烦哦。这边比较看得到我今天到底在盖什么鬼。灵菇塔。哪是灵菇塔？才不是嘞。哇，真的好高哦。这东西好高、啊。你们听新的唱片，是不是有点吵啊？这个会不会有版权问题啊？对啊，会不会有啊？这音乐有点吵，我在努力敲了。这是刚刚 DJ 在卖的，DJ 在卖的吗？好哦，耶、yeah, ！下一次再继续修。耶、yeah, ！我会飞，我会飞，耶、yeah, ！你们都会飞。啊，我们就休息啦，休息啦，休息啦，今天就先这样啦。对啊，就先这样啦。虽然我私下的时候还会盖东西。我应该也是啦，嘿。八八六，拜拜，拜拜。啊，我去看一下那个扳手之后卖什么，在观台。怎么还有音乐？哎、欸，还有音乐！我们放一个香在他头上。放这个。我们找那个板布啊，这个。没有好奇这个扳手能干嘛吧？我也很好奇，来买吧。我看完扳手在观台。看完扳手在观台，好。对，看扳手最后会卖到什么。关台，我还没，等一下，关灯，我在买扳手，没有杀伤力，在跟他买扳手，对，嘿，降下来，他只卖扳手，好，黑根，扳手能干嘛？有观众知道吗？扳手能干嘛？可以修理他吗？你可以拿来打人，打人头。修理他？不行哎、欸，他真的只卖扳手哎、欸。对啊啊！那这扳手能干嘛？魔族的。对，你按 U 就好啦。不行，没有东西。啊？哦，其实做得出来啊。扳手大部分都用机器的啊，机器的东西哦、喔，那我这个可以杀掉了，在你还没长大前先杀了你。哇塞，因为你骗人，骗人，凶巴巴。好，换我棺材啦，棺材。哎，我看到有人是不是在我家跳？我啊，调皮熊猫，你在干嘛？没有，我只是在想要剪藤蔓而已，不要这样。哦，剪啊！我只是来剪藤蔓的。剪啊！在那边跳。调皮熊猫，我看得到你哦。我知道你看得到我。You too， 好哦。他可以去熔炉了，不要、啊，才一点点，再烧出一点点，浪费他的空间。什么东西？就村民啊，拿去炉子里面烧。哦。只会弄出一点点， yeah. 好啦。
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哎，不知不觉四个小时就过去了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咻，那再来打算，也不知道打算干嘛，欸，对吧，啊？反正就是我昨天发的影片快一千赞了，赶快去按赞喽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 ATN 或其他生存系列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调导管方向和连接的，诶，那还不错啊，有耐久度吗？好啦，拜拜哦。我啊，明天要干嘛？明天如果 Amigo 结束，应该也会再玩一下啦。不然就是明天 Amigo 如果喵哈没有报名参加，可能就会玩这个了。好啦，那明天见啦，拜拜。棺材在哪里？哎，这边我挥手，挥一下，拜拜。